你找我来干嘛呀？啊，经理，你今天必须帮帮我，我这房子烂尾了，卖不掉啊！打打广告噻，广告是我帮你写，好。主要我这里太偏了呀。这叫远离城市喧嚣，独享静谧人生。那我这房子在工厂后面，太吵了。坐拥城市繁华，感受摩登时代。那边有条臭水沟啊。格局小了，绝版水岸花园。那经理，我在这边来挖个池塘，你觉得有用不？肯定有用啊，临湖而居，演绎浪漫风情。我这边呢放个 ATM 机。哎呀，哼，中央商务经济标坐拥城市金融中心。这里啊有个幼儿园。那个书香门第，学府豪庭啊。楼栋间距比较小，和谐邻里，温馨生活。那边还有一片杂草，超大绿地一览无余。那边什么都没有，适宜栖居，回归自然，尽享田园风光。哎，经理，那这里卖10000块钱一个平方，可以不？5万啊，一平方。那卖不掉怎么办呢？连肉体都无法安放，你还谈什么诗和远方？走。